等一下就要跟客户提案了，希望在华硕 P1 的加持下能顺利拿下 case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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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那您这个是《Stuff》杂志的 Jason， 这是嘉怡。你好，我是《Stuff》杂志的编辑，我叫 Jason。请坐，请坐。谢谢，谢谢。今天啊，针对《Stuff》杂志啊，先来这里跟你做个提案，然后我先设定一下设备，好，等一下再修一些图表的资料给你过目一下。没问题。哎，这是便当盒吗？我们今天的提案会过中午吗？啊，不是啦，这是我们公司最新添购的微型投影机，那方便我们业务去外面做提案、简报，还有修一些 APP 图表，方便我们携带。啊，最近电费也涨成这样，刚好这次使用 LED 灯泡，所以说节能减碳嘛。那我们今天借的会议室比较小，这样有办法投影吗？这一点啊，不用担心啦。这是新型的投影机，不像传统型投影机需要4至5公尺的投影距离。那华硕这台 P1 呢，只要1公尺就可以投出40寸的高画质影像哦。那像空间不足的地方，那还有一些比较狭小的地方，这台其实都蛮适合的。像我们摄影师啊，都蛮喜欢拿这台去秀图片，效果其实真的还不错哎。是哦，而且外形很炫又很轻巧。是啊，它还蛮有设计感的嘞。你看它调整焦距的地方，设计得像镜头哎。而且最近又得了2012 IF 设计金奖，真的还不错哦。你看操作界面简单明了，开机又超快的。最近常拿它跟客户做提案，自己都想拿一台回家当家庭剧院来使用的。同事啊也觉得贝塔机器真的不错。也想一起开团购购买这台机器耶。你是有坚持在当华硕业务，我懂这么多。没有，因为这东西公司配给我们，就是常在玩它，然后常去跟客户提案，哎，结果效果其实真的还不错哦，这真的蛮推荐的产品。好吧，那我们开始吧。那我们现在先来设定一下投影机。我居然忘了带他的变压器耶。哎，你们试试看我的电源线，应该是可以通的。哎，你也是用华硕的笔电啊？那我们试试看啊。那我就开始提案喽。让 Stuff 的杂志内容简介，杂志的介绍。那杂志是属于全球国际中文版的杂志，所以说它分布在这些区域里面，都有我们杂志的内容跟露出。提案就到此结束，然后不知道有什么问题跟需要，这边继续补充吗？哎，你的提案很棒，我们决定跟你合作。谢谢，谢谢。谢谢